道规则吗，美女？知道，每天看。每天都看啊？嗯。那不用介绍了。30分钟。对，平常吃多少？就吃一碗。一小碗还是一大碗？就一份啊，外卖的一份。哦，所以你这是第一次吃三两？第一次。是有点压力，你可能你二两都没压力没那么大，你这三两。但是我吃不了爆辣。不可能，这也吃不了辣，这有点难说得过去啊。你一个人过来吗？没有，和朋友一起。可以了。好，开始。可以，我们就开始。好，开始。这么多人看着你吃饭，手都抖了，感觉你好，有点害羞。他手抖的不是最厉害的，对，手疼，你不是抖最厉害的、这个地方巨痛，好重啊！这个饭，叫你男朋友来喂你。美女，关注我们多久了呀？看了，1年吧。他怎么想到现在才来呀？就正好有机会来就来了。哦，现在是放假是吗？出来玩嘛。到时候也不是周末啊，怎么有时间出来？就我时间比较随意。那你是自由职业者了？手累，手累，嘴巴也累。可以休息一下，才4分钟。对呀、你有30分钟的时间耶。美女，那你觉得这个螺蛳粉味道怎么样？适合你口味吗？挺好，就是还是有点辣。还是有点辣呀、这个是微微辣耶。你们在四川是不吃辣的吗？那四川的火锅不都是辣？好像不太一样吧。麻辣还有这么多呀？没有多少了，加油，吃一大半了。你不是说跟朋友一起来吗？你朋友呢？他嫌我丢人，他跑了。他觉得我会失败，所以他跑了。你家拿了螺蛳粉不分给他？对啊，我还想让他叫他来帮你吃青菜呢。反正你怎么样丢人呢？我这就是展现自己。对呀、失败了丢人。失败也不丢人的好吗？没多少了，加油加油！还有两家粉，还一家青菜，美女，成功了，叫你朋友过来，让他看一下你的实力。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那个美女为什么能吃这么菜。实在吃不下，叫你男朋友一口吃完就成功了。对呀、美女是还能吃得下，只是累了。他们在慌了。完了，最后一片腐竹。对，最后一片腐竹。好嘞，美女挑战三两，挑战成功，成功就3箱螺蛳粉，恭喜你啊，美女！这3箱就是你的了，美女，恭喜你啊！谢谢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